我做了新的曲子，给老板听听看。大卫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歌已经有2年都没卖掉过。市场上这种类型、这种风格的曲子都不怎么有市场。你又一直坚持做这个。我相信再来真的会不一样。老板先听听看吧。大卫，真的很抱歉。公司决定跟你的合约就到这个月为止。就到这个月。对。不顾家人的反对，一直护着你，到现在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。音乐真能当饭吃吗？为什么不踏踏实实找份工作就好？我不想再等你了，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未来，只顾着自己的理想。到现在，你连自己都养不活。管你吧。
的相信台湾有一个神秘的力量了，既然台风碰到了台湾，是它会转弯。这个烟花台风本来觉得它的路径跟莫拉克非常的类似，直扑台湾而来，可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石垣宫古岛这附近，它居然进个大转弯往西北前进。对，台湾逃过一劫，台湾逃过一劫以后，它进到了这角，现在打开，把这个大的结构呢。